人在桥上走，魂在身后抖。你眼前这座天然绝壁式拱桥，正是火遍全网的俄乌天生桥，位于山西省长治市。它是我国北方地区最高最大的天然石拱桥。这座桥的跨度50米，桥顶最窄处仅5米，距离地面200米，相当于60多层楼高，横跨在1400米高的悬崖峭壁之上，非常的巍峨壮观。冬天的景色更是别有一番风味。可让人看得心惊胆战的是，桥的两侧并没有任何的防护，居然有那么多的人敢毫无顾忌地在上面行走，真让人佩服至极。假如一个不小心，后果真不敢想象。屏幕前的你，敢上去挑战吗？我是东岳，关注我，带你观看更多的奇闻奇景。